大家好，我是阿东。大家好，我是特派员崇佑。今天我们要来拉玛丽，在这边呢，我要先感谢一下崇佑老板，感谢你的赞助。不敢。对，感谢赞助，感谢赞助，让我有机会在9月5号那一天呢，头发保卫战，这要剃光头了。二三弯如果没有跑进规定时间内，我就剃光头。规定时间是多少？我应该抓2分20吧。2分20，因为我引擎没改嘛，我就单纯避震器、热熔胎。4.7米尺，我捐赠那个电炉，懂那一句电炉。我在9月3号、9月4号呢，会在我的 YouTube 社群上面公布这个活动办法。那欢迎来预测，因为我当天会抽奖金，预测最接近的朋友呢，可能可以独得2万至3万块不等的现金哦。哇，太棒了，我也要参加。哇，你这个，我们现在是在拍电视广告吗？你既然把你的日食这样处理，不会觉得有点难过吗？因为你毕竟是从太阳转，然后再弯到这一台，那你那台在我们上一支影片也做到轮输出306。其实真的还好，因为我经手过的日食、太阳转都是越来越强的，等一下看看就知道了。经过龙哥，一点都不伤心。龙哥操刀，你就不难过，对不对？不难过。主要是那个邦莱亚还在，对不对？对，精神存在，精神永在。说好的 Supra 嘞？请老板赞助。欢迎我们的龙哥，龙哥，我的太阳转这颗引擎啊，在被我放弃之后，辗转直接交到你的手里。请问涡轮怎么会变这么大？是换了什么涡轮？涡轮啊，就是换了3037型号的涡轮，产地是在台中。台中啊，台中，我们 MIT 台湾的就对了。对，台湾的。OK， 进气完了以后再进去。Ken 呢？上面的 Ken 有换吗？有，马来西亚牌的272。马来西亚牌的，對對對，又是舶来品。弹簧有换吗？有 ，BC 的。BC 的。泰茂弹簧组。泰茂弹簧也有。再下来活塞呢？锻造连杆活塞啊。哇塞，一定也是进口的。基本上都被吐槽光了。吐槽光了，我的引擎除了本体之外，没有东西留下。有。有什么东西？曲轴还是原本的。哦，曲轴还是原本的。曲轴没有动。曲轴没有动过。嫌弃了。对，没有曲轴留下来啦。好，那到最下面，引擎的最下面，波斯呢？波斯现在是用 ACL 的改装品。好，那排气端呢？排气就是自制的，自制的全段76的手工管。手工管。哎，啊 ，wastegate 有什么设定吗？没什么设定，就是你原本的之前那一个。压缩比有变，应该在9吧。马力变成这么大，变速箱一定要有一定的。变速箱原则上就只有换 LSD。请某个车友他帮我找一个很便宜的，离合器就是也是我们台湾那个客制化的。具体是怎么设定？多片式吗？单片。单片。对，不是，人家一定要多片式，开啦开啦才抓得住，你单片怎么可能抓得住？这个有跟店家讨论啊，然后他我请他帮我设计八爪，摩擦片有八片。电脑是用什么东西？电脑就是用这款车有它的专属电脑，就是 V3 电脑。龙哥，你有没有踩过？现在可以跑多少？最早期的第一台太阳转我就直接破表了。如果说极速的话，我这台车有可能可以破300。破300啊？对。所以你的中传是有动过？不是中传，五档。五档有动过？对。所以它可能可以一路拉上去到300。对，破300。到红线的时候破300。对。试过吗？是还没试过，这个是请当初制造的他有去算齿比。哦，他精密计算过。对，他大概有算。所以龙哥，你的表是 KM 表还是 M 表啊？300 mi 吗？你看都有。那这样子对应到现在预估几匹？预估哦，350。龙哥350匹嘛，那后面都在准备喽。等一下我们就看多少。好 ，OK， 好，好，拭目以待。对，因为四档才是真。
下接近。你刚刚讲三档已经差到我这边对到四十几是不准的。对啊，扭力的话会这样。啊，四档是比较刚好在32以内。我们这边测试的这个开的话，我们会尽量把齿比设定在30到40之间。那你刚刚讲三档分档已经在44，基本上那是有点太高了啦，太高。那三十到四十之间，它才会接近在1:1的齿比。如果用四档做测试，这边的增压，这边是走 PSI 28 PSI 28 PSI 除以4.5 1.9吧，一般都是在大概1.8 1.9的。然后燃油的部分也是在加速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没什么问题。这个车这么老的车还有400多匹，也是蛮可怕的。而且这车重量才多少？龙哥，这个结果如何？还满意。超乎预期。超乎预期。不过崇佑刚刚说你好像这样子太低调了，这个30年前的4G63好像不止这样而已。对，应该要打个2.5之类的吧，刚只冲到1.9。这台是代步的，没有必要改成那么大。可以等另外一台。代步车了哈，代步只要400匹就对了。代步只要430。可以等另外一台的，另外一台。还有另外一台。另外一台车身就是崇佑的车子，又是我的。那一台是打到轻量化的。龙哥可不可以透露一下，如果代步车想要搞成这样的话，大概要准备多少？这样子来，如果说全部的话，大概35了。我这边修车，其实我不是以赚钱为目的，我是以交友为目的，而且是乐趣。对对对对对。不然哦，因为我们没有嘴过稿，所以龙哥真的不知道到底要开多少钱，很多都是材料脑袋中记一下。那只是大概记一下，对啦。如果真的细算，我再找应该也会超过35了，因为不是只有引擎强化就好，底盘那边也要做处理啊，周边全部都。对对对对对，所以说整台车来讲，可是很多东西是我自行。有些东西是自己做出来的，所以在这个成本上面就会压低很多。扎扎实实的430匹，我们不是随便找一个地方啊。阳明哥常常来，好不好？哎，阳明哥，阳明海运这一波有没有赚到？有吧？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好，下次要几匹？下次是换太阳，再这样就够。我们的车是不是已经来了？哎呦，不错哟。哇，终于开出来了，在你工厂躺很久哈。哎，自从上次放到你工厂以后，到现在多久了？半年吧。这么快？你可能搞错是，你的是另外一台。对对对，引擎是移过来而已。对，引擎移过来而已。对啊。然后车壳不是，车壳还有另外的。对，你另外一台还在躺在那里。还躺在那里，但是这一台先好。对对对。心脏是我的，以前是我的。哎，对。到底有什么不一样？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上车试试看好了。走吧。好了，躺了半年以后，究竟有什么感觉？哎呦，这手感跟我的也差太多了吧？这你的车怎么这么短？怎么这么准？啊？为什么？前后都有动手脚。前后都有动手脚。是杠杆原理。就是有些地方都缩短，平衡就会变。像上面的，有两个横杆跟立杆。横杆跟立杆也缩短。哇！手要很用力耶。
干嘛？怎么了？等一下，脚没力了啦。干嘛没力？不是啊，你这车冲成这样是怎么开啦？哦，搞什么？好好的一颗引擎，为什么到你手上变这样？我脚到现在还在发抖哎、欸。我怎么发抖？太快了啊！我的灵魂还在原地啊，车子就不知道跑去哪里了。是在干嘛？我怎么会知道？你怎么会知道？是车你弄的、啊。我也没动什么、啊。没动什么、啊？没有啦，就小提升而已啊。小提升哦。